初一的那个早上，我梦到了释迦牟尼佛。哎，好啊。在天上，哎，他蓝色的释迦牟尼佛，很大的一个头像。嗯嗯嗯。然后呢，我就拿相机要去拍，你知道吧？哎。就是那个相机呢，就是弄来弄去弄不出来，就是拍不到。对呀，梦中都是这样，因为有护法神在，拍不到的。很多人在梦中都是看见菩萨，第一个想到赶快拍下来，但是用拍不到的。哦，然后呢，我着急了不得，拍不到，然后因为天上又现化了，就是南京菩萨了，有个旧的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，然后我又要想去拍，你知道，又拍不到了，后来又换掉了，又出现了一个像老爷爷这样子，就是老年老爷爷这样的那个显化。嗯嗯、寿星，寿星，你最近有、哦、你最近有没有帮人家求过寿？我就帮师傅。哎呦，帮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求师傅，让师傅能那个法体安康呀。怪不得。就是、然后呢，有一个。怪不得安康了这么快。不要让这些魔子魔孙来破坏我们的师傅，来破坏我们的佛法。还有这个诽谤我们的佛法，我每天在求师傅啊。谢谢你。